脚痛。脚痛啊？哎呦！哎呀，我先把你扶起来啥？哎呀！哎呀！没事吧？哎呀，我脚痛啊！怎么？抬脚摔跤啦？哎呀！哎呀，没事吧？脚痛了？是啊。要送你去医院看一下。不用送了，赔我一点钱就行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撞了我，你不想负责啊？什么是我撞你啊？我好心下来叫你吗？就是你刚刚撞了我，我才摔倒在这里的。反正你现在要赔钱给我，不赔的话，你走不了了，赔我5000。什么是我撞你啊？我摔在那里啊，我怎么撞你啊？我就看到你在这里，摔跤在这里，我叫一下你吗？你还叫我？你叫我干什么？不是你叫我干什么？这前前后后的，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啊！哎呀，我原来你是蹦石的啊！别说那么难听，赶紧给钱，5000块钱，少一分都不行！哎呀，要5000块钱，狮子大开口啊！赶紧给！哎呀，你个女孩子家家，什么你都不干，你怎么成为蹦石了？我是谁啊？你还敢教训我？给不给钱？不给钱，等一下我就叫人了咯！你们这些蹦石的！没有他给的，你以为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不给，我跟你说，你进我们村啊，我们村这个村啊，团结得很的。等一下，只要我大声喊一句，村民们全部都蜂拥而出，打你个半死啊！都是骗你的。我看你一个女孩子家家那么年轻又那么漂亮，没想到你干这种事。哎呀，你不怕人家全球去笑话你啊？谁要笑话我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呢，记得我们村这里啊，没有5000块钱你是走不了了，给我。没有人给的，我的最痛恨你这种人，一分都没有人给，你放手啊！你嫌我放手，你想都没想。我就是从你们村经过一下，你竟然这样子啊！哎，你信不信我报警？你还报警啊？我怕你啊！我叫人啊！警告他们来得及，人家村民就出来了。你放手。不怕，还有谁？没有人给的。没有是吧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啊？谁非礼你了？非礼啊！你放手啊！有人进村非礼了，救命啊！哎呀，讲不讲一点道理啊？哎呀，谁非礼你了？你想要我讲道理，拿钱来就说道理。等一下你就别想走出这个村了，你不给钱了，马上给钱，5000块。真的是你撞人了，你还不想给钱呢？啊，撞人了你还不想负责任呢？没有了。改不改？真的是废你啊！废你！改！没想到你这个女人呢、那么狠毒啊！竟然敢用这一招啊！谁废你了？我说是你有就有，用得着你狡辩吗？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哎呀，快点！再不饶过你、啊！你还要有以后啊？以后没从我这里过了。再从这条村过一次、我再坑你一次，你敢吗？真的是，我只从你们这里经过一下，像你这种人，以后谁还敢从你们这里村过啊？那么乱的。哎呀，你不是还有其他人过？我跟你说，你嘴巴还有风言一样，如果你再传出去的话，你腿都没想要了。是没想到你就利用你这种美色啊！哎呀，讹人家啊！怎么嘞？不赔钱就喊非礼啊！我就喊了，你自己这种人呢、还是你注意点，出门在外带多一点钱出来。跟你说，那以后你遇到那些狠角色，至少你会去劳烦。你敢诅咒我？你，算你狠！哎呀，我算我倒霉了，今天我出门没看黄历。过门你，臭光头啊！才要你几千块钱，就敢诅咒我啊？那你是谁呀、轻轻松松几分钟又干一单，今天晚上好好犒劳一下我那些兄弟姐妹们，约他们打牌喝酒，再这样子再干几单下去，我发家致富指日可待。收工。